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吸血猫，我们今天玩一下新的 EX 关卡出镜五。这关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六个干员就可以通关。英文先放曹金娘，我们这里再放崔金王，曹金娘回飞，然后我们这里放一个大战，我们这里再放塞维亚，我们这里放小火龙，大战好就大，然后我们靠七星干员聚火通关。这里我们可以放小羊，这里我们可以放白面枭，放什么医药干员都可以，不过最好我们放白面枭。这里我们可以小怪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火山。这里塞尔亚要顶不住的话，我们可以开白面枭技能。这里小怪太多的话，我们直接开火山。然后我们通关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